你们这里有没有最便宜的衣服啊？给我老婆拿一件。最便宜的？对，能穿就行，越便宜越好。行。萱萱，你看那个男的，一身名牌，给他老婆买最便宜的，真抠门。算了，燕子，别说了。不好意思。麻烦给我老婆拿件最好的衣服，钱无所谓，只要好看显瘦就行。哦，对了，你一定要给我老婆讲，那是最便宜的。其实吧，我老婆以前挺喜欢穿漂亮的衣服的，也很喜欢打扮，只是生完宝宝之后啊，就舍不得花钱打扮自己罢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行，我知道了。美女，这条裙子就很适合你，你穿上去肯定又修身又显瘦，你一定要去试一下。不不不，你这裙子啊一看就很贵，你啊去给我拿条最便宜的裙子就可以了。不贵，这条裙子是断码的，而且呀它还有一点小瑕疵，你能便宜买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可太好了，我去试试。哎，萱萱，没想到那个男的对他老婆那么好。哎，爱是相互的，只要你真心对待别人，别人啊也会真心对待你的。哟，老婆，这还挺好看，挺显瘦的耶。老公啊，没有想到花这么少钱就能买个这么舒服的衣服，又保暖，而且版型也好正哦。你看我肚子还在这里呢，放下来全都遮不进了，还是黑白条纹，挺时尚的呢。是吗？你这样子穿起来至少显瘦二三十斤，就像咱们刚刚认识的那样子，又好看又时尚嘞。是吧？可是以后还是不要往我身上乱花钱了。没关系，你只要穿得好看就行了。走，咱买单去。行。